西海岸新区，一个与世界同步的国家级新区，用国家名片配置全球资源，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发展命题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多重叠加的政策优势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新旧动能转换，在时代聚焦下，新区拉开了高端制造加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序幕。青岛德胜利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起步便与世界同步。公司自2003年创立伊始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、以德为魂的企业理念，立足智能物流、仓储成套设备和智能立体停车设备研发制造，以技术创新为动力，靠质量求发展，靠品种扩市场，与时俱进，缔造品牌。公司拥有行业专家、科技研发人员169名，则指南京、青岛设立3个共占地30万平米工业园。董事长杨同德以不忘为中国工业现代化服务的初心、锐意进取的智慧与魄力，带领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。超越自我，产业报国，随着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蓬勃发展，青岛德胜利瞄准智能装备制造发展趋势，加快布局智能制造产业图。10年磨一剑，德胜利通过物联网加人工智能模式研发的智能立体车库，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无人值守、自助泊车的行业解决方案，销售规模位列国内前10。依托互联网加人工智能，成功掌握智能物流仓储核心技术，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、渤海造船、中车轨道车辆、海尔集团等企业及装备制造业、电子商务等领域。为增强创新活力，德胜利依托国家人才库，聘请行业专家，实现科技创新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，与重庆交通大学、山东科技大学、青岛大学等知名院校共同成立研发中心，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46项，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中国专利、山东明星企业、山东省最具发展潜力企业，产品取得了国家重点新产品认定，中国高端智能立体停车设备10大品牌，获得山东省名牌产品、山东省著名商标、青岛市科技进步奖等多种奖项。董事长杨同德荣获山东省劳动模范、山东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。以质变引质变，新时代再出发。未来德胜利将不仅是一家智能装备制造商，而是致力于共建一个共生共荣的智能产业生态链。因为德胜利始终坚信一个使命，德报社会，利益共享。